无论是达官贵人，也是无名小卒，只要牺牲奉献、亲吃苦，为别人付出，这拢是过去百年来的台湾精神。台湾活命力，甲你做伙拼。欢迎收看《老三广告之台湾活命力》。讲到活命力，总想要跳舞对不？啊，但是讲到跳舞吼，大家讲，跳舞敢那以前拢佚佗囡仔才咧跳，无读册囡仔才咧跳。时代改变啦，即马电影吼，偌爱拍这种跳舞的影片呢。即马跳舞甲以前差有够侪，完全无同款啦。即马跳舞足侪比赛，啊，你敢知影？咱台湾囡仔有三个组一团去国外比赛。搁得冠军倒转来啦，进来看。哟，水电神，呼呼，切个啦，喂吼。阿兄，你吼，这走甲我无同呢。嗯，敢有影？啊，无咱搁练一摆啦。OK， Let's go， 安尼好。喂，阿来，爸爸来啊，爸爸来。我头拄啊，敢那有听到音乐的声？恁是毋是搁咧跳舞啊？无啦，阮咧运动啦。阮即马吼，当咧读书啊。是啦是啦，爸爸。哼，恁兄弟，逐工拢唔好好啊读册，爱跳迄什么舞，街舞啦，街舞啦，我咧街工咧，哈，学即落以后，哪有什么出路咧？无啦。来，甲恁爸爸来学建筑，安尼比跳舞较好。爸，阮跳这舞吼是兴趣，袂学歹啦，你免烦恼啦。恁不准跳就是啊啦，好好啊读册，知影无？知啦，知啦。赶紧，赶紧，咱赶紧搁练一下，啊无爸爸等你搁来啊。嗯，安尼好，来，嘿。恁两个是不是搁咧跳舞啊？无啦，恁足无听话呢，是不是搁咧跳？爸爸，阮无啦，阮来读书啊，卖搁跳啊啦，赶紧好好啊读册。吼，恁实在讲袂听呢。阿兄，我看吼，咱要是出去外口练习好啊。啊，无，逐届阿爸吼拢来插琴呢。好啦，只有安尼啦。耶、yeah! ！哎呦，哦，小文来啊！嘿，嘿，哟man，嘿嘿，小文啊，哎呦，你哪有时间来找阮呢？嘿，我是要来问您吼，看要成立舞蹈工作室无？安尼吼，咱会使教学生，嘛会使出去表演啊。嘿，听起来敢那袂歹哦。啊，唔过吼，阮爸吼无赞成阮跳舞呢。是啊，啊，阮都要去做兵啊。哦，阮无想要去跳后路啦，就想要跳舞啦，尔啦。恁吼爱有信心啦，只要咱吼骨力拍拼，一定会成功。恁爸爸嘛真欢喜啊。嗯，对，咱来有信心。耶，无跳都袂跳啦！哟吼，呼，哟嘿，好好看，嘿哟，赞哦嘿，耶！看别人的故事，想家己的人生，你莫阁跳啊！还我那讲，我暗棍在对你跳，停啊啦！哦，团长啊，我借问你吼。恁这几个哪会这爱跳，这爱跳？迄长辈这反对，啊，恁真正拢唔惊嘞吼？嗯，做代志本来就是爱坚持啊。哦，长辈反对这因兜的代志，伊反对，因为伊无了解，
因为因迄个时代也无这种街舞安尼，所以因会反对啊。啊，其实吼，伊若像阮这种年纪，讲无定就甲阮做伙跳跳跳跳跳，吼！啊，这想法嘛，我也真特别安尼呢。啊，听讲你要跳跳跳，听讲你要跳到世界冠军哦，敢真正有遮厉害吗？嗯，啊，既然要跳，当然就是跳到互伊世界冠军啊。啊，无呢，浪费我的时间哦。人大家拢认为讲跳舞的囡仔吼无出脱。我要证明，我跳舞嘛会当跳到世界冠军的境界啦！好，既然要跳到世界冠军，咱就看卖咧，看敢真正得到世界冠军啊！做伙来看。TY 世界街舞比赛的冠军是由 TBC 舞团的队伍 Formosa 来提举。英语的 BOTY 就是国际街舞比赛的意思。在台湾区提举冠军，就会当到国外甲世界其他国家来比赛。得到国际上的肯定，是每一个舞者的梦想。这些舞者拢是对 TBC 舞团来的，因经过几多年的训练。有的已经是在教舞的老师，有的是长期在 TBC 教室学跳舞的学生，因常常在比赛当中拿到优秀的成绩。每一摆舞蹈功夫都是由团长黄碧清来指导的。全部都一样，四，好，你们。因为拿到世界冠军，就等于对所有未来要跳街舞的年轻学子们会觉得哇，原来我们台湾有世界冠军，我以后也要仿效他们，能够拿到世界冠军，并且拿更多世界冠军。现在有很多少年人很喜欢跳街舞，也常常做会在公共场所在练习，但是以前这个状况是很罕见的，因为那个时候社会风气是比较保守，跳街舞的孩子是常常让人当作是不爱读书的七头孩子。TBC 舞团就是在这个环境当中来开始经营，因是全台湾第一个用街舞来表演的专业舞团，也成立舞蹈教室。十几年来培养很多优秀的舞者和老师，参与过来很多的比赛和表演，带动街舞的流行，甚至是在国外来拿到世界冠军，让台湾在国际上来出名。但是让人想不到的是，TBC 这个台湾之光，伊的创办人竟然是三个还未到二十岁的少年囡仔。是，其实我记得那时候是我国二的时候，那国二的时候那时候正夯那个 LA Boys， 对，然后我就在看到他们在电视上跳，就哦，我也想要学这个舞蹈，所以我去买他们录影带，然后来自己学这样。然后之后就是有一些人朋友他们在玩这样，然后就找我说，哎。要不要一起组团，然后开，然后我们一起练舞这样。从台中开始，我就有我第一个
第一个舞蹈团体，然后之后因为舞团的关系，我认识到了台北的舞团，就碰到伯清、伯汉，就是他们那时候他们团体叫 TNT， 然后就跟他们碰在一起。周文斌，大家拢叫伊小允，伊跟黄碧涵、黄碧清两兄弟啊，因为跳街舞来熟悉。迄个时阵，因敢那十六七岁，要伫读高中，就已经组团四界去表演。伊嘛因为跳舞改变了原本爱佚佗、无步跳的生活。在没有学习街舞之前，其实都是不良少年，大家都是可能就是只会打电动、成群结队飙车、摩托车，那些做那些事情其实是没有获得掌声的。但是我们发现，我们跳街舞之后，一个舞步，我在学校就成为风云人物。碧清、碧涵两兄弟啊，在跳街舞的当中来找到自信。后来因为跟小允拢有同款的梦想，因就组织了 TBC 舞团，邀请真侪爱跳街舞的朋友来参舞，嘛成立了舞蹈工作室。我们创立 TBC 其实没有说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大事情，我们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想法，就是我们想要喜欢跳街舞。然后我们跳街舞的理念就是希望不要像我们之前有一些前辈，就是他突然就是变成传说。TBC 也希望说，永远不要让他消失在台湾。三个少年人在读书时阵都有同款的梦想，而且会当斗阵来创业，是一件真无简单的代志。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伊嘛拄到真侪困难甲挑战。我们两兄弟刚开始跳舞的时候，其实爸爸是最不支持，他不喜欢我们是做就是做这些这种不入流的行业，而且真的时候当时那个街舞啊，在那个环境根本就是寸草不生，所以根本就什么都没有。那他更觉得这个东西是没有未来。其实我们只是喜欢跳街舞，但是对于怎么样 push 推广街舞，然后怎么样让别人，然后有一个很好的教学系统，当时我们都不知道。我们是边走边撞墙，然后去想很多东西，然后我们就哦，原来要这样，原来要这样，然后我们要有一个柜台，我们要有什么，我们要去发传单，要去做什么事情。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其实我们所有团员都吵了好几次的架，其实最严重就是大家就是退团，大家就是出去，自己理念不合，组一个工作室，又组一个工作室。虽然一开始经营舞蹈中心无任何的经验，真侪团员嘛来离开，但是因由原无放弃，找出新的舞者来参与，也建立教学的系统。经过几多年，因慢慢做出成绩。TBC 舞团也因为去到世界来演出，是受到真侪人的欢迎。我觉得我们这个 TBC 这个团体，所有的人都是在这里面找到掌声，找到自信，所以大家真的很爱街舞。即使大家理念不合，吵架了，分开，可是大家都还是坚持自己街舞的道路，自己街舞的方向。 TBC 因为因家专业的表现，拍开名声了后，也开始引起媒体的注意。因已经是台湾街舞流行的代表，但是在成功了后，因却渐渐在名利当中台北失去。那也因为很有名，所以就开始那个头变得很大，这样，然后对于事情那些东西会。对于下面会要求属于的 perfect 的状况，就是如果你没有 perfect， 我们就会比较严厉的方式对你这样。因为这样子的状况，学生也走得很快，就来来去去其实还蛮快。然后又加上我们那时候股东有发生一些吵架这样，那我们就分裂，每个月要30万的支付，所以我们亏了非常多的钱在这上面这样。当因面对舞团经费不够的时阵，因三个人真正是唔知影要安怎阁走落去。就伫这个时阵，碧清因某带因进去教会，认白了上帝。伫迄个时阵，因感受到上帝的爱，嘛体会到爱用爱心加喜乐的心来面对因的人生。自迄阵开始，因的价值观加经营事业的态度有真大的改变。以前是摆在金钱有没有获利上面，现在是摆在那个价值上面，这个东西有没有价值，这样这个东西对学生有没有价值，这样这个东西我们做这个决定，如果不是出于爱的话，我们不要做这个决定。进组前他们很容易用规范然后压制，
或者是强迫你要做什么，你要干嘛，你不能做什么，你要干嘛，你要干嘛，你要干嘛。其实这对我们很那时候的底下的团员都是很战战兢兢，而且是会惧怕。然后是信主后，我觉得完全不一样，就是完全是用爱和包容在做。是我们更有恩典，让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都能够平安，每天健康。主啊，看到因生命的改变，甲对少年人的影响。教会特别为因安排去学校表演，分享因的故事。每一场的分享，都得到学生正大的回响。学生也会跟我们分享到说，当我们在人的低潮里面，还要找对的人谈，那他们接触到正确的，接触到信仰以后，整个人的都不同。那之后呢，学员也会分享到说，他们觉得跟他们的相处，他们很平易近人。那所以学生不只看到他们的技术，也看到他们的态度，也看他们怎么从人生的低谷中再站起来。跳这种舞要跳到世界冠军吼，这里底企图心到底是对倒位来的？啊，这三个人。到底什么力量，让伊三个人共同为着一个目标，安尼咧努力咧？答案就是信仰。因为这三位因拢是基督徒，所以就想着讲，上帝给因的天分，就是因真爱跳舞，因就足想要将这个天分来发挥出来。所以呢，因才有法度这认真坚持到最后，而且不断挑战家己，不断来突破、突破、突破。这个过程拢无放弃。因的内面，三个人的内面。有一个共同的信仰，上帝在听，为着上帝在跳，那种力量在内底坚持。所以，因在教母的时阵，因的态度嘛无同款，唔是为着赚钱。因在教母的时阵，是真正关怀人的性命。因关怀这来教因儿母的这青年，因足唔盲讲因的性命行对正路。因足唔盲讲这青年，当伊在跳舞的时阵，因会当感受到种生命的美好。因五万只个青年在跳舞的这个过程中间，因也愈来愈会晓欣赏家己，啊，愈来愈有信心。啊嘛，甲因同款，会当来突破、突破、搁突破。跳舞的过程本身都是一个突破的一个过程。因也五万将这个精神带给这个少年人啊。小云甲撇开两兄弟啊，曾经是无爱读册的乞讨囡仔，但是后来伫街舞当中来找到人生的方向。伊嘛希望会当来帮助少年人伫跳舞的当中，会当来发挥才能，建立自信。伊嘛甲救国团来合作，举办了几落届街舞教学的活动，用健康的方式来推广，嘛希望透过这款活动来传达跳街舞正面的意义。所以我是觉得说，这个 TVC 如果说在我们的社会上扮演的角色，也就是跟我们救国团一样哈，就是我们提供一些比较正常健康的活动给我们的青少年参加哈。那参加以后呢，他如果说在这个领域他找到自己的兴趣，找到自己的信心，那未尝也不是一条很好发挥的一个道路。十九二十年前的时候，我们刚开始跳舞的时候，然后跳了就是不入流，或者是脏小孩，或者是没有未来。可是我那个时候发现，一直到现在十九年，我说我很荣幸，然后我也真的非常感到欣慰，就是街舞现在已经是被全台湾所接受。2004年 ，TBC 舞团代表台湾第一摆去参加世界街舞的比赛，就摕到第八名。2008年 ，TBC 继续挑战，摕到第三名，和台湾的实力在世界发光。那我觉得拿到第三名当然还不够，我是希望说台湾，只要你肯努力，你可以。即使在地图上面看不到这样子的一个感觉，是看不太到的一个国家，但是我们这边其实跳街舞的好手真的不少。我希望说台湾也能够这个小的宝岛能够创造一个奇迹。
小雨在两千零八年世界街舞国人赛当中摕到冠军。这对一直咧挑战自己、拼命练舞的伊来讲，总算是实现梦想、达成目标。因为我热爱这个舞蹈，我希望能够让我每一次都能够不一样，这样一直都在进步，一直都在持续的往上提升，这样那也让就是让世界看到就是台湾的水准，这样。他很坚强，他学的东西也是非常的认真。然后，而且他做每一样事情都是非常的，就是在舞蹈上面啊，非常的，就是让我非常钦佩，因为他能够学什么就像什么，然后而且能够学到精髓。我跟你讲，如果昂亮他人 solo 完，不管怎么样，他在这边。不只是教学生跳舞，挑战自己追求个人的突破，是小云跟撇开两兄弟啊打拼的目标。撇开真喜欢音乐甲跳舞，伊嘛连歌来组织一个团体，希望透过表演，会当甲上帝爱来分享出去。我们这里面大家都是信主，我们经常一起祷告，我们写的歌都会跟神有关，然后里面充满着爱，并没有任何不雅的言语，跟一些就是我们把我们喜欢的感受。唱出来这样，博汉是属于就信心很强的，他可以都不用 push 他 self 太多这样，可是他觉得他要去做，他觉得这个一定会做到。吴克清是舞团的团长，伊专门为团员来编舞甲训练，伊常常带因到世界各地去参加比赛。伊嘛用真侪时间甲团员来斗阵，了解因的需要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伊甲团员中间嘛培养了真深的感情。不只是博勋老师，我能跟这一群伙伴合作，其实我觉得是让我非常开心，也是算是更新我的很大的一个重点，是因为我在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是团结，然后什么是体谅，然后什么是包容。不是只是说我们舞蹈上面的交流。在 TBC 教室，你会看到一个真特别的所在，就是各种年龄的人都会来学跳街舞，这就是他们的理念，希望推动街舞来变作每一个人都会当来学习的休闲运动。每个课程、每个阶段，他们都会帮他们安排好，对，就是有进度的。他们如果喜欢的话是可以这样学上来，然后慢慢的，我觉得他，而且现在外面有很多的表演啊、舞蹈啊、竞赛啊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有发展的一个运动。在街舞界这个领域来讲，它算是感觉是很正面投入这个产业，不会像一般人的印象说跳舞就是不好的，或者说在夜店这样的感觉。对，老师的感觉就是很清新、很健康、很自然。抬他，然后后来想，对，那我跳，而且我来台北的目的是为了学舞才来台北，我不是为了摆摊来台北。他们把这个职业舞者的生活作息打破，采用大部分人的生活作息。那一方面他们认为比较健康，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样子一般社会上的人就会看到，哇，跳街舞的其实跟我们一样。是我们已经有我们属于我们自己台湾的风格的舞蹈，会让人家知道说，哦，看到你这些动作就会觉得，哇，是台湾出来，台湾过来的，是黄种人，哎，他跳这个舞蹈，难怪台湾就是有这样子的动作。所以我们朝这个目标去发展，希望说台湾有自己的街舞的文化历史。其实我们一直想办法去推街舞，让街舞能够让大家就是不要再看成是比较次文化的东西了。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其实很多团体也都在做这件事情。我们希望能够未来 TBC 是能够让大家都能够在主的爱中，然后在这个团体中成长，然后未来就是
希望就成立一个像街舞共和国这样，大家都是所有人都可以一起跳舞。虽然传统上拢认为讲，即个学跳舞的囡仔，那像拢是无啥咧读册，啊，那像拢是佚佗囡仔，拢爱耍。但是透过咱今日介绍这几位因的努力吼，即马慢慢，大家比较较知影讲，其实跳舞嘛是一种正当的休闲娱乐。但是因嘛知影讲，即个爱跳舞的囡仔吼，体力拢真好吼，所以足惊讲因有夜生活，所以因足用心的哦，吼，因的课呢拢开伫日时，不但安尼呢。伊嘛是鼓励这些囡仔讲吼，恁尽量吼，恁唔通有夜生活。咱跳舞是一种正当的娱乐，咱来让规个社会会来甲咱肯定。所以恁唔通这些跳舞的人本身吼，去用翕到讲啥物，你去啥物所在啊，暗时啊去推啪啪走安尼，伊讲安尼人印象就歹去。所以其实因是真正关心这些青年人，因的规个生活的方式，所以透过因的努力。慢慢，咱这个社会哪来当正面看待这些爱跳舞的囡仔，所以像我呢，将这个原本负面的印象，安尼会当规个反过来，怎变作正面，这嘛是另外一种台湾的活命力。后一集，请继续收看《台湾活命力》。